烘豆沙咧，我中意煲到咁噶，出晒沙，非常之好食。水滚加入提前冻咗一晚嘅烘豆，吸盖至少煲佢40分钟。40分钟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加啲芋头啦，仲有嗰个风雷落去，再煲佢半个钟咧就出晒沙啦。俾啲冰糖落去咧，啱晒。